从后边走过来，打着有点卤子，从那边背着。咱们打卤子去了。回来了，从那个哪儿？老家伙就下网了，老家伙啊。咱这一网下去啊。嗯，他去了，眼瞅着那个网里头有鱼，就拿着那个两个网。逮了没？头有鱼。啊！完了，爆网了啊！完了，大板鸭一吃又爆网啊！爆了！哎呀呵！哎呀，我操了！哎呀！你看一抱网里两个乐的呀，大板鸭一撕，我操，真忒多这网啊！我哎呀，这孩子，这孩子真狠啊！这孩子，我哎呀，我操！我呀，血呼拉叉呀！啊，一不一网啊？哎，大头花儿，这玩意儿，家伙，你这没。大桃花，一筐两筐，外加半桶啊，全是大桃花，捆起来，谁往下赖的啊？这还一兜子呢，这家伙，他妈水少鱼多的姐夫啊，又赖了，哇哎，哎呀，谁往下包了？我说不行，我们抱抱网的事儿再撸撸。赶紧的吧，抄家伙吧，再赶一会儿吧。你啥？啊？你抱抱网。真好看这大网，四分网眼，钓都四米，1800眼。来个脚铲，看这小网眼。打撸撸饭卡呀。虎口卡到底缸，膝盖的位置。接上吧，雷网。这是圈网，10斤0.5斤。零号都封了吧？咱们来个圈圈网，那歇上方啊，里到最后，虎口里边形成一板，一板网线。那老沙与众不同啊，一板抄，哎。嗯、然后他脾气挂网兜，拔在左手，退网线。在手里边形成一板儿啊啊！对，中了，这次都可以空甩了啊！都是腰网合一的绳了啊！放手，对，往车的方向，好缘分！我先研究去啊，我先研究货，这小前身，我先看看货啊！我操，那儿已经翻起来了，这块儿。不多，儿子砍出2条、3条、4条、5条、6条、7条、8条，这是打马口啊！我也是鱼，呵，鱼逮呀，这家叽里咕噜的啊，忒得劲啊，这打马口啊，呵，哎呀，又薄了，咱我这薄两网了，这也忒过瘾了，这啊，不想玩了。